这里不能过，我们换路，换路换路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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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？杀回？啊？什么？你怎么那么快？救命啊！上野还没有被发现。而脚步是越来越近啊！苍兰啊！啊！干！白木，白木啊啊！颤马，颤马，我死定了。要怎么跳啊？大哥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初次见面，初次见面。哎哎，我打啊，我什么？我逃过一次了。来吧，安安呢？跟你们这抓住。哎，大哥。哦，推。哦哦，原来如此。什么？跑！哈哈哈！看我蛇形，看来是不行。哎呦！快推，快推！拜托，快开门！什么？为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吃点东西。啊，这太可怕啦！放屁啦！我想想看。往哪边走啊？这根本是……哦，我知道了。我抓住啊，大哥，我抓住了。啊！他妈的！哦，又要等于死啊！屁呀、啊！什么？快跑！快跑！根本开门硬闯啊！你看不见我哦，等他转过去再那个，等他转过去，等他转过去，来来来，等他等他，好，等他再次转过去，来来来来，再一次再一次，哎呀。笨死啦、啊！必须想办法逃脱。什么？我还要想啊 ！Yeah， 少女之桥，终于抵达。刚刚女孩经过了天桥。哦，
救命啊，杀人啊，有风景啊。小雪还在哪？那里有一只狗。小雪还在那边。啊！他好会跳，好强哦。他去那边躲起来，我要救他。怎么眼见怪物要追上少女，少女只能朝着小小屋檐下躲藏。哈，这时候就交给我啦。看我的，看我，不能跳。好，让我擦个鼻涕。啊，小女还在那边是不是？哈、啊，少女在那边。好，少女在那边，我先吃个东西。吃屁吃！肚子饿吗？我还没吃完呢，我一直分着吃。好吃啊，吃了吃一口。好，来，走去救他。他我也看不出他是不是美女，说不定他长得很丑。来，要下来喽！啦啦啦啦啦。当少年抵达后，少女急救室啊，好强啊，是太强啊，大哥你怎么做到的、啊、我刚刚都完全没有视野，都没有离开这欸，大哥这少女太强啦、啊、难怪你可以逃到现在。哦哦哦，少女终于察觉少年存在了。干，你也太久才看到我了吧。啊，有怪物！啊，他好像被追上了。什么？他不是从这边跳过去的吗？这游戏不科学，这游戏处处充满了不科学。那女的是逆命啊！啊，他刚开大绝啊！我直接顺走，干，只差没有丢晕牌，刚好不小心用到那种红牌，然后只吸到血。噔噔，哎，往哪边走啊？往这边吗？哎呦，有怪物哎！啊！哦。瘦的，哎呀！他妈的！看我的隐身术！哈哈，你看不见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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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嘿，看我的再次隐身！哎哎，开启！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嗯，好悲啊！啊！好好好，来，你再来，你再来。啊！我干，我好想说他会冲过来抓我。哒哒啦，在哪？在哪？在哪？哦，我靠，大哥你也跑太快了吧，好强啊！这太快了吧！你怎么做到的？哎，靠背。好，我先吃点东西。看他是屁股对着我还是头对着我？
看我隐身术。等一下，我看不出他头是往哪边。哦，啊，我就知道。这不科学啊！还有哪边可以走啊？什么？这可是值得思考的问题。哦哦，有杠杆，有拉拉杆。哦。可恶啊！这个秀，看我隐身术，拉拉杆，哈哈。啊、哦，这两个怪物好烦啊！让我跳上去，让我跳上去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哎，少女在难产立刻哭泣，不要哭！少女听见声音后没意识到是少年，哦，他不知道其实是他，结果就跑掉了，靠北。哦，干嘛吓别人嘛？没前途，不要吓别人，不就没事了？哎哎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上去上去上去！啊，跳！哎，小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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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先关通话，会顿。好，拜拜哦，谢谢啊，今天陪我。OK。来，我们可以更开放的玩的，往下半，往上半动。哎，哦，哦，给我跳的，来，嘿，一个傻子，一个哑巴，通通去死吧！这是哑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哑巴。我要直接跳下去，哎、欸，有钥匙，那是钥匙吗？那什么都不是，靠背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往哪边走。哎、欸，要往哪边走啊？这里，大哥，我看不到我在哪里。等一下，哦，哇靠，我好强！哇，这样我也可以。我要自杀！巨大的空间回响，在巨大的空间回响的脚步声，伴随着另外一个微小的脚步声。哦，哇塞，这在玩什么？这在一个单相思的少年在找另外一个女，那什么，在找一个女性，然后那女的看到他就一直跑，你什么穿墙啊，匿名的大绝什么都开了，真是很强。然后这少年还是依旧不放弃，很想上他。登上阶梯之后，登上成人的阶梯后，终于追上少年。少年说：“哦 ，fuck me。”他说：“我要，我要。”两人之间交流缺了彼此。确认了彼此的存在。哪尼是大哥，大哥来了。但那家伙再度失路线，开始追赶少女。你怎么？你也太强了吧！
为什么你要把那边全部破坏掉？抓住！哎，拉拉拉拉拉拉拉！什么？换我？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？那狗屁事！我讨厌那个少女，他妈的！换成少女被手怪物追赶，哪里？我现在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什么？为什么知道我在这？等一下，他刚刚忽然跳掉，糟糕，那一段我没看到。回来这一段了。这一段就直接，那我躲这一个。什么？他一个个开，然后你不要，不要，想说就这样跑掉，看来是跑不掉啊。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大哥，开门啊！哈哈哈！哒啦啦！对啊，就只有第二个不会漏雨啊！我只能选第二个啊！哦，对啊，我选第二个不会漏雨的，他就看不到我啦。我都忘了，我忽然想到没，还是谁？来，你看，你巡房，他说查房了，欠房租了，快还！欠房租，快还啊！我靠，一字斩！对房租那么讲究。那么想要房租，他们去哪啊？干，这样也会死啊！哎呦，少女逃过了，好强！那女的不错哦。少女的身影再度消失。那你的手是指北针哦，你，嘿，我跑，给你追，糟糕，我觉得我好像跑不掉了，可恶啊，吉克秀，可恶啊，这还不科学啊，我要往哪边走啊？这不科学啊！哎呦，干！好，我先吃点东西，把它吃完。我都已经设定过，照理来讲应该不会绕圈圈呢。哦，等他离开哦。原来如此。
好，来来来来，我们再来。等一下哦，他要再跑了，真麻烦。我遥感有点问题，我也不知道有什么问题。你跑好了吗，大哥？啊，算了，我要用这个奇怪的姿势继续玩下去。干，这是刷尾。啊，好喝好喝，我在喝香槟。好，来来来，我们跳，我们跳，来来来 ，Let's go 了，来各位各位，这是啥回？哦，可以跳，啊，跟刺客教条一样猛的少年。看我的破门，等一下我要看旁边有什么，什么都没有。大哥，这里这里，往下往下，今天可以开深夜台了。看我跳，看我跳！哇，我要下去。算了，还好啦，我没有很坏，我是超坏。我没有啦，看我 jump！ 哎，少爷离开了工厂，再次返回城镇。你们觉得我声音这样念 OK 吗？就是这样感性的声音，还是还好，没有很感性。他说：“他这样感觉好悲情哦，真的蛮悲情的这一款游戏。”我又开了我的环绕音响，整个我都快玩到快哭了。到餐桌觅食，然后跟蟑螂打，那么遇上了蟑螂怪物，打死蟑螂得到什么？获得面包。获得了蟑螂爬过的面包。开门啊，大哥！我想要钱。什么？我想要钱？我在公杀会。我记得男主角啊，应该这样讲，男主角原本是要去看马戏团啦，啊，就是看到这个女的。哎呦，还有这个指南针。哇！差马，差马，差马！让我上去！啊！救我！屁啦！撑我，撑我，撑我！指南针，指南针，要被指南针看到，被指南针看到了，被指南针看到了！我要变指北针了，救我！你要骂嘞！那我是跟你急的什么怨？你一定要这样找我？我难道不能被他遇到那时候开始跑吗？快跑！指南针，指南针，救我啊！哈哈，你找不到我啊？干，你也会爬、啊？救我！有人发神经，发酒疯啦，杀人啦！勇敢哦！救我！是一条死巷。突然，头上出现了人造屋顶。指南针。哦哦，蹦嘎！楼梯不能走啊！嘿，我出来，进来。跟上，哦，少女伸出援手，引开那家伙的注意力。少女在哪？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指南针，指南针，指南针，走开！
去，快爬上去，嘘嘘嘘，你们不要吵，不要吵，不要被他听到了。哦，钻出，钻出。啊，不是要先跟少女会合吗？他要吓我，你看看。啊，有手，快点跪！哦，原来是少女。他说是有种来上我啊！啊，然后两个人就到屋檐底下，然后做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事情。SD 啊，花栗鼠 ，Hello。怪物失去了目标。啊，是有人私密我说要我的那什么 YouTube， 我的 YT 是这个啊，我的 YouTube 是这个，这是我的 YT。少年想追问少女，关于少女，关于夜晚的承认，关于怪物，甚至是离开这个世界的方法。那个小叶，小叶，小叶，可以不用PO，没关系。但少女无法回答，因为她是哑巴。只是轻轻摇了摇头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因为我听不懂中文，我是阿拉伯人啊。看见沮丧的少年，少女示意少年上他，哦，不是跟上，讲错了。他说：“那我们去哪里坐？”来，他说：“等一下。”我想要在这里直接坐，他说没关系的，我房子很近，就在那里，很舒服的。哎，等下为什么他不跟上？哦，又可以了。少女似乎都知道接下来该往何处去。哦，两个人的夜，两人与夜晚的城镇，感觉超浪漫的。这游戏真的超罗曼蒂克的。小姐，跑慢一点。好，我就站着不动，看你会怎样。好，过去。哎呦，讨厌，玩你跑我追啊、哦！我追到了，远方闪耀着模糊的光芒。哦，为什么是你先？我想先，要等你。我摔死了。你很慢。我说，小叶可以先不用PO，没关系。好，等他玩。我想说可以的，我偏要撞倒椅子，小屁孩。哦，请问一下，我可以摸你吗？他刚刚是不是把手伸出来？那我摸摸你的屁屁，来来来来，来，我要看裙子啊！可恶啊，你先下来了。来来来，摸摸摸摸摸摸，那我摸屁屁。让我摸屁屁，屁屁，我要屁屁啊！萝莉只有屁股好，屁股屁股，我要屁股，给我，让我跟屁股对话。老弟啊，你走太快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啊 ，watch， 由于 man。少女突然开始咳嗽，啊，要尸变了！来，我们进去。啊，我撞到他。但他走另外一边。